我们来看一下回放。我这么矮啊？太空、新加坡、印度尼西亚，周杰琼也太厉害了吧？是一个跳水的舞，你很有自己的个人特色。我跟你说，何老师，虽然你没有唱对，但是你舞姿跟他们不一样，因为我们所有导师喜欢的就是一个不一样的东西。